古蛋，你在哪儿呢？啊，那个什么，你赶紧上家门口来，我有点事跟你说。啊，对，啊，对，我在家门口等你啊。啊，好的。啊，就是商量结婚的事儿。哎，你来了再说啊。啊，好，拜拜。哎呀，古蛋，你这干什么？这么着急啊？现在急，你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我憋成兔子，我飞过来了。哎，到你面前，差点没啥日子啊。哎，我谢谢。啊，媳妇儿，你回屋把我倒杯水那擦。哎呀，喊什么水喊水，直接喊点唾沫绳儿就行了呗。俺们这么苦倒杯水都不愿意啊。行了啊，那个长话短说，我把你叫过来就是为了跟你商量结婚的事儿。哎呀，结婚的事儿还用商量是吗？都听你的，这俩你情我愿还商量是吗？那不行，虽然说这结婚吧是这两个人的事儿，但是吧，这该有的风俗习惯这都得有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行，你说是就是，哎，反正这结婚的事儿都听你的，你说哪么来就有哪么来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你听我的，你这个结婚的彩礼，你计划着准备给多少钱？哎，结婚彩礼 啊，那么给个20000。40万我确实给不了。行，那你给不了，那我就不结婚了。不结婚你干什么？哎，干嘛分手呗。好，你行，有分手是不是？分就分，谁怕谁呀？你心你强了，你看，哎，这大脸盘子，哎呀，好意思，这看这心窝，卡这1.59米在那徘徊，穿过我心脏都1.6米。再看看你的脸，我的出溜一个河，跟我谈40万的彩礼，我就是有40万的彩礼，我也不给你，我能找个比你更好的。好，行，狗蛋，你今天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你干什么？我今天我就要大义灭亲一次。大义灭亲？你给谁打电话呢？我告诉你哈，之前你上班睡懒觉迟到了，那一时不是我上公司来去给你打卡，是不是？我今天打电话给你领导，我把这件事告诉他，我让他扣你的工资，扣你的年终奖。别打给俺领导，我就知道这点年终奖管意思呢，你没年终奖，等我吃什么哈是吗？那我不管，反正都要分手了。
你刚才你还骂我，说不定你刚才要是好好跟我说话，态度好一点的话，哎，我有可能考虑考虑这个彩礼啊少要一点。你看看你，没比你这好了呢。哎，你别生气，我刚才正没把门，我给你道歉行不行？你别给那种打电话，啊，我给你开个头。不行，啊，我得给你鞠三个躬。你给我换一边去吧你。那个，你现在知道你自己错了。我知道我自己错了，真错了。那你也该怎么办？那个，你说怎么办？那你告诉我彩礼到底给多少钱？媳妇儿，其实吧，我真的还是感觉那句话，两个人这一块好像管一的就行了。然后呢？两千五够了吧？不行！啊，别！那你说多少钱嘛？40万，我真没有那么多钱给你弄40万。没有，那我就直接打电话，给恁领导。好，行，你打吧。你打完电话，我立马跑恁家去告恁妈。前几天你跟恁妈说你什么去加班，你根本就没加班，你晚上跟我在一块儿。恁妈知道了，不把你屁瞅你紧。打呢？打。那个，你别跟俺妈说啊。哦，我不打了还不行吗？你以为你光你兄弟与我兄弟就，我以为你小吃吃来了。你别跟他说啊。那你说彩礼到底给你多少钱？要不咱俩一块儿中和一下吧。中和一下。五万。五万。哎呦我的妈！2万5。我就有5万。就5万彩礼就够了，不付是不是？哎呦我的妈！你放我下来！你这5万够不够吧？5万不够。5万不够。你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5万。